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啊，再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以外，今天的成交量也开始放大哈。但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思维啊，严老师请你抛开这些旧的思维，一些新的一些思维的话想法必须要从今天开始由严老师来告诉你啊。有时候这个大盘加权指数它不管在走高档区间整理，还是像今天一样再创波段新高，其实个股上面的表现都不同啊。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些所谓的标股，都是小型股，包含银广、杨志、元刚、立台，对不对？金利科，这些股票的话，你在节目里常常都看过嘛，对不对？严老师的车标也对不对？都打得很清楚哈。但是我们最近开始有些调节的一些动作了哈。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资金开始来做这个回收了，我们就准备要来操作哈，未来会起涨的股票哈。所以说这个分水岭呢，跟你的看盘的一个经验，对于盘势的一个想法上面哈，这个地方的话落差性会比较大啊，落差性会比较大哈。那旧的股票啊涨多了啊，要把它获利啊放在口袋；那新的股票啊要去做出布局的一个动作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赚钱大家比速度所以说未来会大涨的股票，今天严老师会送给你一份有机会发财的资料那应这个投资人的要求投资人说老师我这操作资金不大了，大概就是100万-200万在操作，你能不能送我这种就是说低价股 OK 严老师收到了那但是我要要求资金部位比较大的投资人，这档股票成交量今天的话也有超过17000张，你在这个地方的话拿到资料，明天如果要进场，按照我们的指令进场的话，你这个张数一定要多买一点，你如果张数买太少了，明天直接爆冲上去了，你不要说老师你都没辛苦阿公，我今天就跟你讲了。所以今天你看节目的投资人呢，我相信等一下电话应该都会被打到爆啦，都会被打到爆，因为是低价股嘛，对不对？你操作资金不管多少你都可以买啊，直接告诉你啦，三十几块啦但是我要跟你对不对讲清楚哦，这份资料送给你之后30几块钱，明天会不会直接到40块钱如果明天到40块钱，我们会在这个电台这个运通财经台，这个下午的对不对3:30的节目我们会打开来跟大家验证所以说等一下机会要好好把握。好，那今天的一个盘势开出来盘是一点高盘来加权指数再创破段新高嘛，也属于一个补量上攻这个地方很多人认为说赶快买赶快买，对不对但是有些股票已经创高了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反而是做调节的动作我们的动作跟人家不太一样了你千万不要看着严老师的节目这边猜猜看是哪一档股票本节目仅供参考。好，来，这是之前我们卖出去的这档股票从12月初的话涨多的股票我开始调节了这档股票赚24%，两级会员这是最近公布的这个赚8%为什么这个还在公布一次，因为这一支股票跟这档股票是同一支啦，是同一支啦也就做了两次的一个操作啦所以说我们对不对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那今天有没有动作，今天有动作今天有买有卖我们先讲卖的好不好，来卖的，来两级会员清代会员股票获利调节回收资金赚 15%，如果说你是严老师这两级会员的包含尊荣跟清代，今天没有收到这种简讯的话，赶快去警察局报案，赶快去警察局报案我相信我们在节目里所呈现的都是真实的操作啦，不会跟你用虚伪造假的，也不会跟你用胸口碎大石的方法啦我相信
只要你是严老师的会员，今天12:45一定有收到，我们做获利了结动作，钱放口袋，也把资金做出回收。这是今天好，我们卖出去的第一档股票啊。第二档股票是特别会员的，来特别会员的哈，在中午的一个时间点啊，我们卖出去了，好赚的比较多了，18%了。同样比照办理，特别会员今天中午12:35没有收到这通简讯，赚18%，没有放在口袋的，严老师下台一鞠躬，好不好？那你今天看到两通简讯哈，来，这是今天的，我不会跟你讲从前怎么样，我也不会跟你讲未来怎么样，我就跟你讲今天我们的动作，两级会员，这个股票探涨5%，特别会员，今天现在进行式 ING 啊，赚了18%。这是真实的操作，我们不愿意在节目上面哦，用那种诈欺的方法，啊，虚伪造假的方法，还是跟你讲说我们买进一档股票哦，我跟你讲未来会涨5毛，未来会涨1块，5毛1块，讲了半小时，严老师这通简讯我跟你讲就讲1分钟就讲完了嘛，会员特别会员有没有做这档股票？有啊，今天快要收盘的时候，我有没有恭喜你？亮灯涨停板，锁了多少张？啊，老师啊，这锁很多张哎，来导播拉近。严老师人气旺不旺？啊，人气旺不旺？旺不哉啦！大家自有公平啦，这通简讯没有做到的，啊，严老师对不对？切腹自杀啦，这样子比较快啦。对，很多老师在吹牛啊，啊吹牛，对不对？老师不搞这一套啦，啊，特别会员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演讲会啊，台中、高雄的啊，台北、桃园的哈，来参加我们的特别会员的哈，全数几乎都是特别会员呐，啊，老师那时候在整理会员嘛，单股会员不让人家参加，我都叫人家参加这个特别会员嘛，对不对？啊，今天亮灯涨停板，一张都不要去卖。讲得够清楚哦，我们要的不是这一根，我们是要的是未来有5根、10根，啊，5G、10G啦，啊，这样动作太紧啦。你如果是解大盘解的不好，不是很准，你不会有涨停板啦，你个股的一个分析，你不找这种很标的，是不是？啊？每天说三道四的，涨5毛，涨1块，哇！我跟你讲哦，这个地方有支撑啊，哇，那个地方有压力啊，支撑加压力哈，未来哈带量会突破啦。我跟你讲哦，你就死抱活抱啊，涨个5毛钱1块钱，讲的，哇，讲的真的是口沫横飞啊！我说真的啊，我没有这种讲话的艺术的一个天分啊，我只知道说，我们在真实的操作里面，我们就是要跟市场里面直球对决，买下去。看的是未来，它到底会不会涨？我这个有跟你讲以后吗？我就跟你讲现在，现在老师的股票涨停板，我还跟你讲以后干嘛？你现在都没有，还有以后，很好笑哎，很好笑哎啊！这只股票来，来看一下哈，昨天跟你讲1135块钱，看到了哈，今天再创波段新高。1170块钱，又多了25块钱，要不要卖？不用卖，不用卖啦！这种股票趋势已经往上走了啦，啊，高价股我也做哦。你不要说老师啊，你高价股都没有做哦。现在有新的股票，好，那现在你不布局，未来股票都飙上去了啊、哦！我让你验证一下，好不好？这张股票，我来，开盘价27.2块，哦。最近抄袭了很多啊，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股票啊，尽量就不要再公布了哈、哦，不要在第一时间点公布，因为抄袭的人真的很多啊，对，啊，看这边，这边还是可以买的、啊，对不对？啊，28块，两只对不对？啊，今天第三只啊，哈哈，对不对？安内好，安内就无人知影，你知哦，安杀鸡啊啦。这种股票有连续性啊，你就看，第一个叫起涨点，第二个叫喷出，啊，中间有拉回，
喝了再上，啊，今天就第三支了啦，是不是？啊，这个股票呢一样哦，这只是起涨点哦，啊，起涨哦，啊，44.2，来，有没有？你不买嘛？量能涨148块钱，昨天，啊，今天再来一根啊，今天开盘价就开得很高了，50块啊，是不是？两只啊，这是新的，好不好？你现在要做就做新的啦，你不要去做旧的。你做旧的，我跟你讲，你有时候你买不下去了，买不下去了哈。我们再来讲我们手中有的股票哦，我们不会去讲说手中没有的股票哦，而且我直接打开来让大家验证哦。来，这个啦哈，来，来，这档股票叫重旗的，代号是2419重旗。哎，这个很奇怪哦，早盘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人去买，对不对？很奇怪哦，对啊，他就硬要拉一下。那这个地方也没涨，也没涨，也没涨，哎，啊，这个收盘的时候，这380你知道不？380你知道不？不是我，我先讲，不是我，然后不是我台哦。有人三八去拉它干什么啦？这种股票你就慢慢买，慢慢买，慢慢买，对不对？等人家拉嘛，你去拉它干什么啦？啊，这个尾盘直接就上去了。我先讲哈，这张股票我们有哦，但是本节目仅供参考。你不要看到老师的节目，哇，这支干那袂歹哦，老师讲不是 EQ 的哈，我不会相信，一定是他拉的。我再三声明，不是我拉的，我先讲哦，哦，你不要对号入座哦，我没有去拉他哦，他自己上去的哦，他自己喷上去的，跟我没有关系哦，哦，应该都赚钱了啦。那为什么这张股票会涨哦？来，导播拉近，11月份的营收大弹跳。跟11月份来比的话，增加多少？100%以上啊！第四季旺季的一个效益以外，是不是？来看这边，美国市场，美国市场占比60%。我认为这个股票有转机的题材，所以说这个尾盘很诡异啊，有一只神秘的手啊，喜欢去动它。啊，我不赞成做这种动作啦哈。那三八鸡啊，对不对？去拉它干什么？不用拉啦，会上的股票就一定会上。现在的行情请注意啊，来，我没有改变我的立场哦。你们老是要看这边就尽量去看，好不好？这边准备要睡公园，啊，把草席准备好，草席准备好，火炉准备好，因为明天开始有寒流，睡公园呢一定要注意，注意安全，知不知道？你真的做空，你要去睡公园，我没意见啊，草席准备一下，啊，火炉准备一下，啊，温暖的在这边，啊，休底家啦，未来你就可以赚钱嘛。跟你验证联发科，老师给我查狗咋空呢？啊，12月你慢慢看哦，会不会到1000哦？我就跟你讲说，12月会不会到1000？我没有跟你讲说未来也许假如对不对？不用，12月份会不会到1000块钱？我跟你验证，这支唔敢买，我有跟你讲无？无你有看这支嘛？这支叫国巨，啊，跟我念一次，国巨，对，昨天多少？618，今天624，距离700啊？老师好像距离很近，是啊，没有错啊。啊，投资人是这样子的哈，看错一直做啊，看对对不对就不敢做了。AI 拼命做啊，老师啊，对不对？这个伟创啊，哇，涨个5毛，很高兴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兴吗？那很奇怪哎。啊，这个伟创今天跌1.3块，本来还说100块钱要跳上去，就也没有嘛，真的很好笑哎。啊。几家大起来阁落来，做这种股票你会输到死啊，输到挂，怎么会这么容易相信那个穿皮衣的嘛？改天我也弄件皮衣来穿一下，看投资人会不会相信我，是不是？不要因为人家穿皮衣你就相信人家，每天人家吃卤肉饭吃牛肉面啊，说 AI 好 ，AI 赞。啊，你的口袋现在就空空了，准备要睡公园了，是不是？
来操作的境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所有的操作就是为了要在人世间啊，要过好日子啊，是不是？把你的功夫练一练，好不好？基本面、技术面先了解一下，知道股票的一个多空，对不对？还累积了大概一年两年的经验，从金刚镜迈入到紫玄镜，哎，紫玄镜就不一样了，他知道会去看哦，日线、周线、月线、量价结构了，他会去比较了，哎，有机缘的话，你又再进到所谓的天象界啊，天象界懂的人就更多了啊，对不对？比如说，啊，像总体经济啊，啊，利率啊，汇率啊，他开始研究啦，啊，当然有机会到达这个境界，你就能够在底部布局嘛，是不是？具有科技不要再买了，昨天再创破断新高，你为什么低档区你不买嘛？我觉得很奇怪，这边对不对？这边买的话对你好像很困难的，重压好像很困难的，你买了就赚钱，你为什么你不买呢？每一次在节目里面介绍的时候，你才要去动作，啊，这个要卖掉哦，我先讲哦，杨志要不要卖？要卖哦，我这资料是送给你的，杨志不用钱呐，不用钱啦，喷了那么多你还不卖，你不会卖动工的吧？啊，赶快卖一卖好不好？啊，元刚涨很多了，你要卖也是可以卖啦。那投资人很喜欢看老师节目在做股票，我这边还是要三声五令的告诉大家哦，老师的节目仅供参考，好不好？如果说你要今天你要拿一份资料的，你想赚钱的，严老师今天成全你，满足你的需求啊，请注意哦，要买这种的啦，底部起涨的啦，技能塞啦，要买这种底部起涨的，好不好？要买我们会员这种的啦，比较强的啦，不要买那个弱不巴唧的，干什么啦？对不对？你之前看过银广，你做到的，啊，老师恭喜你啊！来拿资料的银广系统前顶啊，昨天创新高有没有？安国啊，腰股的，腰股的，对不对啊？立台啊，有赚的赶快卖一卖，好不好？啊，金利科，哎，金利科是啊，下一只是哪一只？下一只在这边，今天我全线开放。我先讲哈，这一档股票是低价股，手中只要有资金的都可以参与，都可以买。你买太少了，你家的事情了。我先讲哦，你别想就黑丁到的代志啊，你麦克老师啊过来一道，无啊、哦，我一年就开放这一次的标股，好不好？相信严老师的要验证的哦，今天这份资料开放黄金60秒，一定要拿到哈、哦。无敌大黑马强棒出击，就这一支低价股黄金，现在开放60秒，直接来拿。好，明这张股票杀的贵扣啦，明天到40块钱，我马上公开，我马上公开，要赚价差，要赚波段的，直接买，直接买哈，机会就只有一次哈。老师今天开放最大诚意，买一送十二，买一送十二啊，就10个名额啊。这份资料拿到的，老师先祝你大赚。拿到资料，明天助理一对一通知你，啊，买多少张，我们会通知你哈。开放黄金60秒，现在开始，立即拨打电话，重要资料先拿，先布局，打电话进广告。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的。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投资人真的很好玩哦，这个股票有时候去买 AI 啊，全部都套牢人真的很多啊哦。我这边总不能说祝福你啊哦，我只希望说真的，你真的要去睡公园的话，草席一定要带啊，最好再带个火炉啦，因为外面天气真的是很冷啊。我在这个节目也讲多久了啊？前后大概讲了2年啊，从疫情爆发，有人去放空。到最近，这个大盘只是回档修正啊，这又有人带你去睡公园，这个循环啊，人生啊，好像就是个循环啊。这个每一次都是有人带你去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你去做多不是很好吗？爱马仕，对不对？这个叫爱马仕，敢买的就赚钱了，对不对？你赚一根也好啊。赚2根恭喜你啊，啊赚3根代表你有耐心嘛，是报到今天的啊应该都大赚。底部要买啊，啊这新的族群啊，华裔今天还涨停板对不对 ？Oh my god， 它会跟上、啊，我操作一定讲证据啊，是不是？啊航运类股的一个操作哈、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耐心啊，因为它不是连续性的哈、啊。那包含这个 BDI 指数，当然今天是上涨1%嘛。货柜轮的一个部分的话，可能未来的话还有涨价潮。哦，这个巴拿马运河啊，水不够，不会说突然水跑出来啊。我跟你讲，这涨价是涨定的啊。然后第四季又是什么圣诞节嘛，对不对？有时候货总要运吧，大宗物资、散装货轮，这个都是业绩加题材啊。所以说，老是送给你星星嘛。对，啊，你应该赚得到钱呐、啊，这个创新高随便做都赚得到钱呐、啊，对，这是货柜啊，阿老师散装呢，啊，散装玉米也不错啊，是不是？啊，随便做买的够低的，啊，应该都赚钱，就像当时的彩玉啊，没人要，啊，没人要，哎，真的很可怜啊，不让卖，你知不？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量嘛，那股价跌到这边都没有量。那股价为什么在从没有量潜伏底，到后面是有量补量上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对不对？操盘手厉害的地方嘛，他这边让你看不出来嘛，你当然不会去买嘛。等到这个量出来了啊，均线开始纠结了，哦，他就跟你讲这个哦，好棒棒，啊，我先讲，我操作结束喽，啊，我是赚钱，我卖掉喽，我不会那么动工的哟，对不对？一直死抱。活宝、哦，我跟你讲，你如果在验证的话，你真的是赚不到钱了、啊，好不好？你自己看着办，好不好？好，那看我们节目的啊、哦，当然看得很精彩啊、哦，本节目参考一下就好啊、哦。来，恭喜银广有拿到的，涨了5倍了，�啊，系统也有3倍。前景的话，昨天创新高啊，亮灯涨停板啊，最少都有1倍，好不好？1倍啊，安国大妖股涨到每个人都认为说，老师这个不是机密资料。啊，板卡是不是做这机啦？啊，未来要做什么？未来要做这种强的啦，好不好？我今天直接开放，好不好？好，就是黄金60秒，你电话拨得越快，这份资料直接拿回家，
拿回家先打开，打开以后记得明天我们助理会通知你，你在什么样的价位直接进场去买，先祝你大赚，无敌大黑马强棒出击，跟你来验证，借由这档股票逆转胜，开放黄金60秒直接索取，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旗子走，时间差不多了，准备上车。到哪里啦？快到台北了。啊，我们要去高雄哎！我们从高雄出发的。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啊！你是谁？他开错车了。你累了吗？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轮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我想担任国民法官，但我不在的话，谁能照顾我们家小宝呢？没烦恼了，为了让你安心参与，国家会提供